全民学乒乓公开课开课了，乒乓球国家高级教练一对一免费技术指导，名额有限哦，赶紧上乒乓网报名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弧圈球技术的特点分析。弧圈球技术的优点有上台率高、旋转强烈、进攻性强等特点，它的缺点有弧线高、球速慢的特点。我们来看一下弧圈球技术在稳定性方面有哪些优点。弧圈球技术呢，更加容易制造球的这个上升的弧线啊，虽然说这个球它过去的这个弧线很高，由于它伴有这个强烈的这个球的上旋啊，那么它受到的空气的阻力就更大，所以说无论这个球你拉的弧线多么高啊，它都可以在这个空气的阻力下面啊，对这个球造成极强的啊很强烈的这个下落啊下落的这个冲击力。所以说弧圈球的这个稳定性来说的话呢，它虽然弧线高，但是它的这个上台率更高。弧圈球拉过去的这个球的弧线比一般的弓球高，它也不容易出界。我们可以看到弓球的这个弧线的曲度比弧圈球的曲度要低一些。弧圈球技术呢，能够有效的缩短球运行弧线的距离。球旋转越强烈啊，摩擦的旋转越强烈，那么它下降的曲度就越大啊，这个曲度就越大。同时球往球台冲落的速度就越快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高调弧圈球。弧圈球呢，能够处理任何的出台球啊，不管你的这个球的旋转多么的强烈，只要你出台了，都可以通过弧圈球技术把它给拉起来啊。如果是旋转非常强烈的啊，下旋非常强烈的，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拍面角度啊，向后仰一点，把它给拉起来，垂直方向力量多一点把它拉起来。如果球的旋转不是那么强烈啊，比较弱的旋转过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近台用很小的动作啊，把球给提拉上去啊，这就是提拉弧圈球技术。弧圈球和一般的弓球技术相比呢，它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预判。一般弓球技术呢，都是击打球的高点期啊，所以说呢，一旦你错过了这个最佳的击球时机以后呢，你的这个上台率就会大大的降低。那么我们在这个对乒乓球的这个意识判断上面啊，只有零点几秒的时间啊，一旦你的这个脚下步伐启动慢了，或者说你的这个预判啊，判断这个落点方向错误了，你要再靠弓球去击打球的话呢，上台率会非常的低。弧圈球则不一样啊，无论是球的高点期也好，下降期也好啊，或上升期也好，全部都可以啊，全部都可以带起来。如果是上升后期和高点期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前冲弧圈球去进行处理。如果说我们这个预判一下错误了啊，这个球预判错误了，球已经落到低于球台台面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高调弧圈球啊，把球给带起来。所以说弧圈球技术对于球的处理上面更加的灵活。我们再来看一下弧圈球技术在进攻方面有哪些优点。弧圈球能够非常有效的对付削球的这种打法啊，如果削过来的这个球的旋转很强烈了啊，可以用这个夹转弧圈球或高调弧圈球把球给带过去。如果对方削过来的球质量不高，落点比较高啊，可以直接进攻前冲啊，杀伤力非常的强。弧圈球呢，对付上旋球、下旋球、弓球、高球等等，它都可以造成极大的这个攻击力和这个上台率。弧圈球技术呢，通过手腕拍型力量啊，以及触球部位的这个不同，给球造成不同的旋转啊，可以打出高调弧圈球、前冲弧圈球、侧拐弧圈球啊，以及滑板弧圈球、快抹弧圈球，还有假弧圈球等等啊，这些技术呢，都会在今后的视频当中一一为大家讲解。全民学乒乓呢，现在面向全宇宙征集这个视频的片头啊，大家可以对着这个镜头喊出一句话：学打乒乓球就看全民学乒乓。乒乓网现在开通了俱乐部的申请窗口啊，
你可以到我们乒乓网啊去申请自己的一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呢就相当于自己一个独立的论坛板块啊，你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些讨论啊，发帖啊，或者组织一些活动啊。啊，你如果是一些乒乓球的这些球馆俱乐部也好，或者是啊一个小的群体打乒乓球爱好者的群体也好啊，都可以到我们乒乓网来申请啊，我们会给予你一个独立的交流空间啊。具体的这个申请方法呢，大家可以登录我们乒乓网啊，你俱乐部的这个主题帖啊，你也可以向我们申请啊，和我们讨论区的这个帖子啊同步来进行显示啊，这样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你的俱乐部。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快啊，转眼间啊，半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啊，全民学乒乓已经拍到了第七集，有很多人都以为这个视频啊，你肯定是坚持拍不下去的啊，因为都是你一个人嘛，对吧？拍摄也是你，摄像也是你，导演也是你啊，后期的制作也是你，配音也是你，字幕也是你。啊，这个工作量真的是非常大的，这些付出呢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啊，也我们的这个教学视频呢受到了广大的这个乒乓球爱好者的这个认可啊，觉得看我们的视频呢能够学习到很多啊学习不到的一些东西啊，能够领悟到很多啊一些感悟啊，这个是让我非常欣慰也非常高兴的啊，值得高兴的。那么可以看到第七集啊，现在我是之前在美国啊，现在到了加拿大。第七集呢，我们这个拍摄的整个环境是有所改善的啊，我们有比较好的这个拍摄的这个场地啊，很好的这个背景幕地胶啊，以及这个比较好的这个球台和发球机啊，所以说我们有了这么好的场地以后呢，我更加的对我的这个压力来说的话更加大了啊。我觉得你如果这个视频教程你做的没有提升一个新的档次的话，做的不够好的话啊，你都对不起这么好的场地。所以从第七集开始呢啊，我也希望广大的乒乓球爱好者们啊啊能够多多的给我提一些意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这个电脑下方的啊这个二维码啊，在乒乓网啊乒乓网的官方网站上面啊可以发帖，也可以直接给我发邮件啊，把你的这个建议和想法告诉我啊，我能够尽量的去把它优化啊和完善，把这个视频教程越拍越好。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全民学乒乓的视频呢，可以点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订阅。